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在前两讲我给大家介绍了像孔雀以及蝴蝶这样非常漂亮的内容啊，这个题材呢在画里面是有欣欣向荣的这种气氛。今天这一课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兰草的画法。一提起兰草，您就想到了啊，以墨为主，以线条为主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们画兰草呢，它可以啊锻炼我们的这个笔墨的功夫啊。这个兰草呢也是一种非常清新高雅的一种植物啊，尤其是文人特别喜欢兰草啊。这个兰草啊，它生长在幽谷之间，它在那儿生长啊，而且泛着一种清香。它这个香啊还不同于有一些香，有一些香啊是特别浓烈的，它是清幽清幽的这种香气。它不为名不为利啊，不为人们去称赞去夸奖啊，它默默地在那儿去做它该做的事情啊。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梅兰竹菊作为四君子啊，大家经常画啊，经常歌颂。这个兰草确实是啊和别的草不一样啊，它的叶子非常劲力有劲啊，它是带状啊，如带如剑。像有一些草软软的没有精神，而且它有花啊，它的花不是特别浓艳的啊，很高雅的，有的发点绿啊，有的呢发一点这个赭石，或者是有一点这个胭脂，这种红头也不是说特别红。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呀讲一讲这个兰草的画法。画兰草如同写字，要尽力，当然不是说铁线啊，这个铁线是没有变化的。我们有提顿转折啊，提就是画的比较细，顿就是稍微宽一点啊。它有转折啊，有收笔。这个收笔它虽然说是有尖儿，但是不要说笔笔都是破锋啊，破锋是泄气的。所以呢我们画它的时候您要记住啊，和您写字是一样的道理。因此这个也叫以书入画。这个兰叶啊古人呢给总结出了一些口诀，我觉得这个口诀呢对我们学习还是挺有利的。在这儿啊不许趴这么过去啊，空中回笔，一笔长二笔短，这边有一个交叉，这个交叉以后中间形成的形有点像凤眼。咱们刚画完了孔雀，孔雀那个眼睛你看啊，细长细长的，而且有点弯弯啊。三笔破凤眼，它有一个凤眼以后呢也觉得有点太规矩了啊。第三笔把凤眼破一下，从中间穿插出去，这个是古人给咱们总结出来的画兰草的这个三笔，这个等于是啊起手之势。甚至有时候还可以反着画，这都没关系啊。这些就是陪衬了，有几个主要的叶子啊，有一些辅助的叶子啊，一组一组去画啊。下面的根不要平齐，不要过于松散啊，整体看起来它是有一个势，有一个聚的这么一个势。这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最开始的这个起势。还可以反走，反着走，
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讲两个词，一个是这个兰，一个是蕙。兰是指的是兰花，蕙是指的是蕙啊。兰蕙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在画叶子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，花的长法上其实也是大同小异，差不多。一个花茎出来以后，一朵花，这是兰，兰呢、花特别少，一茎一花为兰，是吧？一茎多花为蕙。比如说画个小扇面小品啊，您画兰草；如果画大的作品啊，如果都是一枝一花画兰草，这个就有点这个感觉到花少了。所以我呢是特别喜欢画蕙。现在呢，我再讲一讲画花的这种基本上的要求。画花其实啊，这个颜色啊还是有变化的。比如说我们画这个偏绿的，这是一种啊，偏暖颜色的，刚才说了有赭石，有点胭脂，不是特别艳的红啊，这是一种，是吧？另外有的人呢喜欢拿这个朱标啊，头上再加一点胭脂，就画比较红，但是这个红是比较这个沉稳的啊，这些都可以。我现在盘子里面呢是草绿，草绿呢大家都知道了，藤黄加点花青，为了显得鲜嫩一点，我再加点三绿。我再加点赭石，搞里头，把它那个漂亮劲啊，给它去一去，让它呀略微的有点暖，加上点赭石。临画的时候，再加上再来点胭脂。您看这一笔下去，是尖上偏暖，有胭脂，笔根上呢，发绿。然后我拿这个小笔在这儿稍微的点一下它的这个花托，您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骨朵。有的人呢画这个骨朵的时候是这样画，横着往边上走，这都可以，这是一个绘画风格的问题。下面呢我画花，尖上来点赭石，最尖上又有点胭脂。注意这几笔啊，一二这两笔呢是不一样的啊，宽窄不一样。你看我画完以后，你就感觉出来了，它有一个缝，缝在侧面，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近端宽，远端窄，有一笔是从这里头钻出来。这是一个花，这花没完呢，还有个花心，花心从里面露出来啊，是拿这个很浓的墨去画的，在这个颜色里面隐隐约约露出来，这个花心很明显。我再画画啊，这是一个花，从里头出来啊，这花心儿。画所有的东西都要见笔，刚才说了，这个是以书入画，好像写行书，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。有的人呐，画他的时候是这样啊，慢慢走，呼粗呼细，呼粗呼细，哎，这么走啊，太软了，这是万万不可要的啊。
这是不可要的。如带如剑，宝剑的剑啊，没有劲儿不行。我教过您画金鱼，那金鱼那水草飘飘然飘飘然的，哎，那么画可以啊。这个蓝草可不是那样的。要剑笔，这个剑笔是果断。然后出来，绿根儿，肚上有赭石，尖上有胭脂，自然过渡。这就是往回翻，然后点上浓墨的花心儿，特别好看。这个方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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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基本上都有了，那还缺这个方向，尖上不够，咱们补充。这个是啊，都往下去了。我往这个方向的啊，这都可以啊。这笔搁哪儿都行，往这边往这边都可以啊。五，然后出来它的花柄，但是这些地方啊都一定要跟它连上。这是点点出来的，点下来以后一挑，这么出来就可以了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图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这个图上呢也是各种方向都有，颜色呢就是像刚才这样挑出来的啊。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它挑匀了，笔尖笔肚笔根颜色各有不同。您现在知道基本的撇叶和画花的方法了，那好了，下面呢咱们画画创作，同学们看一看啊。我们换了一个方纸，下面呢就画好蓝，大家看一看啊。古人讲了，怒画竹，喜画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画竹要连贯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就好像发怒一样啊。是怒画竹。这画兰花呢很悠扬很优美，好像心里头有高兴的事儿，有美事儿啊。你看啊，不要从中间出啊，躲开中间啊。一笔长，二笔短，这个破凤眼可以回来也可以扬出去。就连这个三笔它都是有一种交叉的这种关系。避免的是平行，现在感觉到这儿有点平行了啊，那我可以给它破一破啊。破一破以后呢它就不显得平行了啊，用比较虚的线条去破它。好了，这个几笔是这样啊。下面呢咱们画花，先调草绿。这个草绿啊别太深了啊，润润的有一点就行了。然后呢拿笔尖去少量的调赭石，调到笔肚，然后再用笔尖
这就保持在笔尖了。调胭脂千万不要调曙红。看好了，这个花画在什么地方合适啊？啊，你得看下面还要补什么，心里头啊略微的有一点计划啊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随时补充笔尖上的颜色啊。一二三四五，中间要有交叉啊，这样的话呢它有变化啊，别都躲着，躲着就不对了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这露出一点来啊。我可以拿这个颜色去画它的茎，也可以拿这个墨色去画它。这花蕊啊特别的精神，那就要浓墨。跟叶子之间的关系它是互相躲一点哈。串住了啊就可以了。这组花往下来，咱不能光要往下的呀，还得有陪衬的。我现在又调了草绿，然后再调赭石，再调胭脂啊。调完以后，这是主，旁边就不要再添这个主了啊。我在这儿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尖上补充，这可以高出去，随时看着它那个四五的这个方向啊，不能让它重复，重复就没意思了啊。这还有这个箍子，这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啊。这一组呢是比较次要的，所以呢不一定画的很多。用这个汁啊给它差不多的给它交代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几组小花啊，您不要用那个特别浓烈去要求它。我们补布景在山里面呢，经常有时候碰到麻雀，墨调赭石，这个颜色呢是比较浓，因为这张花啊叶子已经用墨了啊，颜色够，所以咱们呢可以画这个颜色的了啊。有的同学啊现在还不知道麻雀怎么画，那您就看一看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那32讲里头有它啊。两只，干脆再来一只，有密有疏啊，用赭墨去点它，加点墨。我们所学的东西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啊，有连续性，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，我建议啊，就是前前后后都要学，从开始学。把这个身上点几个点儿，拿这个墨啊。基本的东西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呢我们再调淡墨，换了一支笔，这个笔啊涮来涮去也不好，笔多一点，调淡墨，这个不能弄得太脏，太脏了以后这麻雀啊不讨人喜欢。然后用刚才画蓝心的那个笔啊，
这个和小鸡那个爪子呀，画法雷同。啊，三只麻雀动态不同，然后又有疏有密，有前有后，在这个角呢和这个角呢形成一个呼应的一种关系。下面呢我看看这张画啊，这边还缺一点东西。怒画竹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就是比较痛快的去画的。一般在幽谷有兰也有竹，一般画这个兰草都是清清淡淡啊，构图呢不要太满。我的腕子没有搁在桌上，完全搁桌上，走起来就不流畅了。春风岁岁生幽谷，兰草呢几乎是在一年当中啊四季都可以看到它开花，开花时间很长。兰草是从这儿下来的，这个气势呢从左上往右下走啊。麻雀是一种承接，承接住以后呢它这个画气就留在中间了啊。这个麻雀的眼光还是看着这个花的啊，所以和花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。它的右上角空着，补花补兰草都不好啊，这个时候呢就补上一句话。压脚章和这个名章应该是一阴一阳，是吊脚的，形成一种呼应，形成一种变化。同学们呢在画的时候还可以参考别的一些画，大家看这张，这张呢前面画了石头，这个兰呢是从石头后面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兰呢是没有收根。为什么要画石头呢？因为兰草生在幽谷之中啊，在深山里面能够见得到，所以以兰为伴的经常是石头啊、竹子啊、一些杂草啊等等啊。这张画气势是往左上去的啊，左上呢太空也不行，所以需要提一些字啊。这个上面写着啊，百花头上春正月，王者相传第一枝。大家要在练习当中啊要考虑到，就说怎么样叫画够了啊，再多就腻了，再少就太单了啊。这张画的花呢画的是绿花，这个绿花呢也是用刚才的草绿加上一点三绿，然后尖儿上您记住啊要求变化，尖儿可以用点花青或者用一点二青，然后点点的方法和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啊。注意这个花有主要的枝有次要的枝，主要的枝在主要的位置，
像其他的靠边的、靠后的，那些都是辅助的。大家在画的时候呢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笔，啊，每一笔都要有根据。今天呢，我们讲的是兰草的画法，啊，把基本的画法呀跟大家介绍了，啊，这里面呢是要求比较多，比如说以书入画，要尽力，要这个有劲儿，啊，要爽快，要果断，啊，要悠扬，啊，有一种这个和谐之美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兰草才能画的呀是运用自如。希望大家呀，就是既掌握理法，然后再掌握笔法，再从构图上去考虑，画出情趣，啊，这样呢，这个画才耐看。好，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